小美人鱼好不好？小美人鱼乖一点，乖一点的，但是他学坏了，他学坏了，对，被我学坏了，我妈在后面把他教坏了，把他教坏了，是吗？真的吗？把 Ariel 教坏了，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小美人鱼误入城市学坏了。这个对，哇哇哇！什么鬼？干嘛？哦耶！哇！哎呀，子子，哎呀！太棒！这样有学坏吗？我觉得这样还蛮 OK 的。不，这样是长大了，我能接受。这等于是泳衣嘛，对不对？这边是泳衣。我觉得他应该拿个香槟。他这个就在海边呢，这个 party 椰子树下啊，偶尔就莫名其妙也会掉下来，也可以穿起来。对。这种 feel 怎么样？怎么看？这看起来就比较能直视多了。刚刚不太好意思直视。哦。舒服很舒服，因为在海边啊，海边 party 这样看的话，就是蛮。解释你这是穿着，这个是泳衣嘛？因为现在其实像很多艺人，像Jolin啊，他们都有穿就是泳衣这样子，然后外面搭一个牛仔裤，而且我这边还要小心就破一个洞。对，你看是不是学坏了？就露宿无所谓，坏的，它里面就是游泳裤了，哦，连身的嘛。对，连身的哦，而且曲线都露出来了。而且像 party 一定会有什么跳舞，可是像穿这样就有点难，他就只能原地扭动，对，只能这样。但我就可以比较大动作，动不动会走光哦。我觉得别人起风了哎。那你有去参加一些 party 吗？印象深刻是我很常被找去参加那种迪士尼或是什么公主卡通的卡通，对，就是装扮，比如说要装扮成公主啊，或者是其中的一些卡通的角色。喜欢喝什么酒？大概喜欢喝有点酸甜的柠檬汁，来一杯。这是什么？调好了，又是一杯喝，这是什么？好不好喝？好喝吗？很好喝。来，我敬你，我敬你。哎，还真的有差哎，就是 Ruby 调出来酒很有海滩感呢。对啊，好漂亮。海滩感觉。耶。对。哎，请回宝座，好不好？谢谢小美人鱼学坏了。战机，吃，来来来。我在大学的时候呢，有去参加朋友生日的游艇趴，然后那个生日的朋友他是以前的算是国小的同学，我在那个游艇趴同时被两个男生告白，对，同时，然后他们两个还是朋友，被两个男生告，对，告白没有告，同时被告，然后其中一个后来追我，然后我有一天晚上生病，然后那时候已经过九点，就是医院已经关了，然后那时候大学，所以都只有骑车，然后他在彰化读大学。我在桃园，然后他就骑车从彰化骑到桃园带我去挂急诊，就蛮感动的。然后其他就是像是我会参加一些 cosplay 的 party 或是睡衣趴，然后有照片可以看一下。哎呦，真的，我都很认真打扮 ，Tinkerbell 奇妙仙子，然后就是打扮成公主趴，然后另外一个是睡衣趴，然后就是大家都穿睡衣的。哦，这个对，这个是晨曦的生日，然后他们那天办在一个汽车旅馆，然后一个游泳池，他们有举办活动，还自己去谈赞助。就是第一名，玩游戏第一名的可以获得5000多块的福袋。我当年就是真的是像是那个上玩很大一样，玩用全力拼第一名。哎呦，对，我是参与度很高的这种，对对，感觉很好玩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是还要这么拼的，真的不容易。对，没有相机在拍还是很容易。对，好，子子不行，他们刚才那个都太小了，我要大一点的，你有大跳，你要大跳才会嗨一点的，来买回家，带退带上。哎呦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今晚的舞池里面最亮的一颗星，芝芝来喽！哎哎哎，大哥你，一个大哥。
很有 Q 味，辣死了。对，来来来来来，那他跳。哎，大哥，不要闻，不要闻，不要闻，那人家的衣服不要闻哦。这人家在夜店里面表演，他就是有他自己的，因为我来这里开心跳舞，对，跳舞跳到香汗淋漓啊，对，我只是为了自己的开心，是不会有其他的一个不好的想象，对不对？好像这好像你们全部都有，但我们会耶，我们会害羞害羞，会我们会，来来来来来，看看越想看到你越看不到。超模，超模！哎呦，超级折磨，超模，超模，超模，超级折磨，怎么超级折磨？对，就过不来啊！哎，这个可爱的妹妹，刚送走一个强强，我们选错，可以有正常一点的吗？你都不正常，不是不是，我刚刚从王牌被框到那个夜店。不，那严谨，你们这就外行了。我们要到夜店里面，我们就干嘛？寻乐子嘛。寻乐嘛。我们跟他开。最会热场。谢谢。就是这种。哎，你夹到我喽。我没感觉，怎么办？哎，来来讲，但是很可爱。你到夜店会想跟他一起玩啦？像李严谨，我是第一个会找李严谨讲话的。我就过去说，严谨，怎么样？今天带几个小姐来？什么态度？是不是？我这边全部都有，环肥燕瘦。他个性是这样的，这些凡夫俗子，就老外所讲的 ordinary people， 一般人，根本一般人，他是看不到你的美的。对，他不懂，因为像我们如果在上海外滩，是就是正式场合，就拿杯红酒，1949年的时候，拿杯红酒，然后这样子 party。可是他真的会跟你玩，好适合你。两，你可以说巧妇吗？最近比较胖了。来来，绿茶，绿茶，绿茶，怎么看？怎么？他最近如果碰到我的朋友，我应该会说：“你今天怎么带阿姨出来？”会吗？而且我觉得你应该穿牛仔裤会更好。对，我本来在夜店都是穿球鞋、牛仔裤。对，我觉得这样比较适合。你试一下，见我那么多次，所以说这样太多了，不太适合你，真的也大师兄太厉害了。OK， 我很能接受啊。OK， 对。OK， 你就根本不敢看他其他部位，不会看。一见面就一直盯着人，你好。是啊，你那很像手从头到尾都被夹住，被门夹到的脸。来来来，哎 ，Ruby 来了 ，Ruby 来了 ，Ruby， 准备好了。我刚好看到里面有那个啦，凤梨汁、苹果汁。对呀，不是都会有一个名字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有时候它特调哈是因人而异哦，所以它调出来是那个调酒师的专长，有些都拿这个去比赛的。哎，那你没有跟我？哎，没有 cheers 一下，我已经看到酒就嘴巴堵上去。他太懂了啦！来来，干了！你喝一下，感觉怎么样？哎，他真的干，真的太帅！他真的会干了，谢谢。你们两个，这个真的会干了，我们要真的干了！这个严谨喝酒不啰嗦的啦，真的啦！我爸爸没有胆了，拜托你不要让他喝酒，很没有办法代谢。现在他叫我们我没有胆了。身体快没有爸爸了，哎，真的吗？没有啦，我留一口，我后面还有一个朋友，请坐。喝完了吗？请坐，请坐。啊，严谨哦，哦，这个 party 的这经验多了，也让我们多了解有关阿公店那边的状况。不同领域啊，没有啦，我现在已经很少跑趴了，但是以前跑趴，对，但前阵子去，哎，殊不知一进去就那个荧幕就秀名字出来了，啊，欢迎的，而且是欧尼耶，对，跑趴记录的话，像上海的话就是消费很贵嘛，像上海的他们有一个升降台的那个包厢，包厢一个晚上要100万台币才能订那个，那可以升到哪里？外太空吗？没有，它升起来大概。白宫的圣田啦！他们
在上海开真的会升起来啊？对，真的升起来，升起来之后，他们还有那个香槟塔，感觉很像罐头塔，然后就在上面跳舞。香槟塔，刚那个升降的那个台阶嘛，那我就懒得走路，所以上厕所的时候都是有专人把我抱到厕所去，然后尿完再抱回去，用抱的，对，公主抱吗？对，公主抱，玩得很开心哎。对，我是办 party 也是非常非常就是尽责的人。你们烟请来来来来，我今天穿这样很难跳哎。你要怎么炒热场子？没有，因为一般都是会跳舞嘛，或者是唱歌啊。OK OK， 那现在也只能就是跳舞啦。哦，夜店里面跳舞啦。哦，来来来，有些不同有音乐就可以跳了 ，KTV 的也会。哦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很厉害的。受不了了！太辣了！太辣！绿茶，绿茶，你也有害羞的一天呐，绿茶。Oh no！ 我的妈呀！我的天哪！掌声鼓励！哎，这真的全场都很嗨哎！来，五号的麦克风吗？五号，请起立。刚刚为什么一直抿嘴唇？还在抿，喷口水，喷口水。慢慢讲，慢慢讲，慢慢讲。很辣，都很辣，都很辣。哦，很辣。对 ，Sit down, please。下面一位谁来？红色订阅的字样，把它按下去，那就对了。那订阅之后呢？这颗按钮就会立刻像现在这样出现小铃铛。小铃铛，记得这个小铃铛你也要给它按下去，就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喽。赶快去。